尊敬的大德、法师，各位同参道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静雅佛音，我是静雅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有很多人呢，会提出一个疑问，就是我们修行人、学佛人可以炒股票吗？我想这个问题啊，困扰着很多的人。我今天呢，刚好看到了净空老法师的一个开示，我觉着很重要，我今天呢，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看了以后，也许你就明白了，可以做一个决定了。老法师开始说，你们想想看，可不可以呢？你玩股票的目的是在哪里？目的是要想赚钱，那你就错了。这是赌博，十赌九输，未必你能赚到。我有一个老朋友，早年在台湾出家人，他现在已经过世了。把台湾的道场卖掉了，在香港有一个小道场，喜欢玩股票。台湾道场卖了不少的钱，听说在香港玩了两三年的股票，全都输光了。现在这个人已经不在了，靠股票发财的人，我还没有听说过几个。发财，佛经上有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没有求不到的。求发财是真能得到，佛怎么教给我们的呢？因是财布施，果是什么？财富是果报。那你要想发财，你就要多多的做布施，真的是越施越多。施不要想求回报，如果想求回报，那就错了。有多少施多少，决定不求回报，到你需要用的时候，它自然就来了。这个方法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，法布施是因，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无微布施是因，健康长寿是果报。所以他老人家教我，你只一味的修这三种因，这三种果就自自然然的现前了。这是55年前他老人家教我的，我真听话，真正依教奉行了，确实果报就现前了。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。没学佛之前，也有很多人给我算命看相，说我的命既贫又贱。贱是什么呢？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贫就是没有财富，是一个很可怜的人。当时方先生没有给我讲过这个问题，张家大师跟李老师都看出来，这两个都是年岁大的人看出来了，所以张家大师就教我要修这三种布施。李老师教我发心学讲经，因为学讲经这个功德最大了，如果没有功德也是很大的福德。弘扬佛法，老师当年在台中，凡是看到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，老师大我39岁，看到我们年轻人相貌命很薄，短命相，没有福报的相，他老人家就劝我们发心出来讲经，这个样子转变命运最快了，比了凡四训那个还要快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很多人都给我算过命，过不了45岁，可是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，这是以前讲的啊，现在老法师已经96岁了。我比了凡先生做的还好，了凡先生延寿20年，他的寿命是53岁，他74岁才过世的，多活了20年。我现在已经多活了35年了，那要现在计算就已经是40多年了。所以现在对于生死都看得很淡，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知道人没有死，生死是什么呢？是身体、灵魂永远不灭。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生死这一关就突破了，真正知道没有生死了，你就会过得很舒服，什么样的灾难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了。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听经，这就对了。可是在这个世间，三种布施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改变学佛人的形象，
这非常的重要，让大家看到之后升起信心。最近这些年来，我参与了国际上的和平工作，今年十月，这次到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，我们在总部有一个活动，这些国际会议上凡是接触的人，他看到我都很羡慕，一听我80多岁了，法师你是怎么保养的，都来问我，他们都很关心。我就告诉他，第一吃素，第二修清净心，这两样就可能保持你的健康长寿，形象就在于此。还有人问法师，你的智慧很高，这个很简单，法布施不要吝啬，总是一个利益众生的心，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好处，自己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缺乏。每年很多的地方有些慈善事情也要做，每年用出去的钱非常的可观，数字很可观，从哪里来的呢？不知道，不晓得从哪里来的，人家送来的，我也不记得，我用出去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也不记得，所以越失越多。不要去想这些问题，玩股票你要问，佛菩萨可不可以让玩呢？跟你说，佛菩萨可以玩，你不能玩。佛菩萨为什么可以玩呢？这是他们在度玩股票的众生，用这种做接引众生的手段。佛菩萨玩股票一定是非常高明的，天天赚钱，都赚大钱，叫那所有玩股票的人对他都另眼看待，高明啊，高明跟他学，他就会教你，教你怎么样玩股票，赚到了钱，布施一些苦难众生，自己决定没有去花一分钱，那就是佛菩萨。如果你要学到这一招，你要去学佛菩萨，你可以去玩，而且玩的还会开智慧，为众生，为沉迷在股票里头的这些苦难众生，为的是去救他，去度他，这个行不是这个心是不可以的，那你就陷到里面了，那就错了。大家看了净空老法师的开示哈，就明白了，我们不管做任何的事情，只要你一心向着众生的，没有自私自利的心，那就是发菩提心、慈悲心、做佛的心，如果有这种心呢，没有问题。一旦存在了自私自利的心，那这种心呢，那就不是善心了，那你就不要做。所以老法师给我们也分享得很明白啊，希望大家呢都能清楚玩股票是为了什么，你到底可不可以玩股票，自己决定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，感恩大家的收看，看后转发弘扬法布施，喜欢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提杯那么阿里亚瓦路给提
的萨瓦亚，马哈萨瓦。